继续要来讲中台湾的元宵灯会结束了，真侪造型花灯受到好评。市议员向市府来争取，把花灯放伫个台里台湾公园，要让更加侪乡亲会当欣赏到这美丽花灯。粉红色拖花草花灯就放伫个草埔啊，并个真正含糖花造型花灯真可爱。虽讲也未通电，都已经成真侪人来遮翕相。五角星啦，而且吼，这里。哦，这个灯饰加添着讲吼，咱台湾公园吼，迄种闹热的气氛。为着好可侪民众欣赏着这花灯，台中市议员特别向市府争取，将花灯送到台里和雾峰真侪公园，顶该做到，和公园变更加水。安尼你非常用心，啊，这伫遐争取倒来，可是爱家己自掏腰包去载倒来。占地一千多坪，台湾公园是社区的游戏场，即马阁加花灯建筑，加上特色，平台嘛请民众爱好好珍惜，好可侪人会当欣赏到这真水花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，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